要不我就直接讲王建国吧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雪琴。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来见证我的淘汰。其实上一场我就感觉我要淘汰了，当时我在台上一顿乱喷，从导演到演员到李诞挨个喷一遍，像缺心眼儿似的。完了我还晋级了，晋完级今年让我讲遗憾，我现在最大的遗憾就是人得罪完了，比赛还没有结束。哎，真好，节奏好就起来了。我就不明白，你说半决赛了，为啥让我们讲遗憾呢？你让那淘汰的40个人上来讲啊，我遗憾啥呀？大家好，我李雪琴，我一不小心进前十了，我可太遗憾了。我实在不知道讲啥了，我就去问我妈了。我说妈，你这辈子到现在有啥遗憾吗？我妈一下就慌了，是我体检结果出来了吗？你说实话吧，我能挺住。我妈这个人吧，特别在意自己的身体。有一回她把腰摔断了，她就觉得自己要死，然后她就把我家所有银行卡密码全给我了。3个月之后她出院了，出院后第一件事儿，坐着轮椅上银行把密码改了。我说你至于不？你自己亲闺女你防成这样。我妈说怎么不至于，你姥的钱就这么没的。之前我在北京过得确实不咋太好，我妈也不知道在哪个骗人的公众号上看见的，跟我说，闺女，宇宙是有尽头的，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。我说你现在都到这个层次了吗？爱因斯坦都不敢说死的事儿，你就给定了。我妈说，哎呀，你没听懂啊，你思考，生命的起点就是终点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我说什么意思？她说还什么意思，那意思就是混得不好你就回老家得了。我家是铁岭的嘛，从那以后啊，我失恋了，我妈说回铁岭吧，工作黄了回铁岭吧，微博掉粉了回铁岭吧。爱因斯坦怎么想的根本就不重要，在我妈眼里宇宙的尽头就是铁岭。哎，到王建国了。这胜还没抢了一盘。我和王建国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了，我妈也知道了。还能这样啊？我妈还听说王建国是盘锦人，就问我，你说宇宙的尽头有没有可能是盘锦？我说妈，那宇宙的尽头必须得在东北呗，那爱因斯坦唱二人转出身的吗？我妈说那咋的，咱东北多好啊，地大物又博，还有王建国。爱因斯坦肯定是没有想到他去世65年之后，在神秘东方的辽北黑土地上，有我妈这样一个红颜知己，把她一辈子都没想清楚的问题解决了。其实今年啊，我真的离开北京回铁岭了，很多人知道了之后特别的惊讶，跟你们差不多，那个表情就仿佛这个事儿不是我从北京回到了铁岭，是我本来马上就跟吴亦凡结婚了，突然决定跟王建国私奔。追着撵着就问我呀，离开了北京你不遗憾吗？说的像我曾经得到过北京一样。
对北京来说，我连个备胎都不是。我为他奋斗，为他攒钱，为他付出青春。我走的时候，我还跟他说再见了，他也说你谁呀？我回铁岭，居然还有人嘲笑我。啊，你回去干啥呀？铁岭连个地铁都没有，你说一个破地铁有什么好自豪的呀？北京好，大环线上下班左一圈右一圈，日复一日，圈复一圈，宇宙都有尽头，北京地铁没有。太厉害了。更过分的是还有一群人，我在北京的时候他说北京不好，压力大，我离开北京了又说北京多好，机会多。我就感觉就这些人，他们活着唯一的目的就是告诉我，生而为人你很遗憾。很多人吧都觉得只有在北京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。今天我就冒昧的问一下，你们的梦想是举办奥运会吗？反正我的梦想铁岭就能实现，我就想要锅包肉、熏鸡架、铁锅炖大鹅。所以你们真的不用再为我感到遗憾了，你有你的选择，而我选择王建国。谢谢大家，我是谢怎么安静也是我。下来呀！现在的手，选择学琴的手。